그렇지. 그래, 어, 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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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万。各位啊，双十 Marco 5已经过时了。上个礼拜呢，官方针对 Marco 5的腰射准确度进行了 nerf。之前呢，我们可以透过蹲下的动作来让双十的 Marco 5达到中距离，但是现在呢，蹲下已经不能让 Marco 5达到中距离了。双十的 Marco 5呢，只能打这个近距离，只能打贴脸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呢，在面对 Warzone 的各种一个枪战的一个状况下呢，我推荐各位啊，使用单持的Marco 5，而且单持的 Marco 5你可以打得更准，机动性也更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单持的 Marco 5应该要装哪一些配件吧。首先枪口的部分呢，选择使用后坐力强化器，直接提高 Marco 5的这个射速。枪管的部分呢，选择使用第三个04皮枪管，它会让这个 Marco 5完完全全没有后坐力，让你可以打到中远距离。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使用最后一个加射速的枪管，这个枪管呢会让你在近距离的时候更具破坏力。这两个枪管你就看自己的打法选一个吧。下挂部分呢，选择使用 Mark VI 骨架，举枪瞄准速度还有移动速度的加成，提高 Marco 5的机动性。这个 Mark VI 骨架啊，在经过第四季的更新之后呢，我基本上在所有的冲锋枪上面都会装上这个配件。弹夹部分呢，选择使用9mm的48发弹鼓，直接提高 Marco 5的弹药容量。你也可以选择使用64发，不过它会让你的这个移动速度变得慢一点。我影片中呢是选择使用48发。弹药类型的部分呢，选择使用次音速弹，这样子呢就在开枪的时候就不会被小地图给标示出来。车握把部分呢，选择使用胶带握把，移动速度、切换武器的速度、还有跑射速度以及瞄准稳定度的加成。第四季更新之后呢，这个胶带握把已经成为冲锋枪最好的车握把选择。特长的部分呢，选择使用热斗，这个热斗很好玩啊，你可以就是在腰射的时候冲来冲去的，我觉得呢是非常非常的好玩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使用狂热啊，或者选择使用气势都是没有问题的。特长二的部分呢，选择使用快速，直接提高 Marco 5的冲刺速度。这个枪托的部分呢，选择使用第二个 FR 枪托，初始开火后坐力、后坐力恢复性、举枪瞄准速度以及移动速度的加成。我非常喜欢这个枪托啊，它在 Marco 5身上非常非常的合适啊。瞄准镜的部分呢，选择使用板子反射瞄准镜，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倍镜没有关系。不过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板子反射瞄准镜带给我的感觉。那么以上呢就是单持的 Marco 5的配置啊。等一下的影片，等一下的 gameplay 呢，非常的精彩，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然后记得呢订阅我，记得点赞，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你们留言我都会看，也都会回复。那么就进入我们今天精彩的 gameplay 吧 ，Let's go。还有一只啊，还有一只，我来了，他飞你们上面，抱歉，这样，哦，咬了，我只听得到老万说话了，好棒，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能。破装备。Gas is moving。我上教堂二楼，看到你们。我狙击子弹。海边买点。没有。那个破甲，赏金已经破甲了。
复原一队，他们共同在这里。好了，还不跟他了。高塔，高塔，队友在高塔，在远塔，这个远塔。There are 24 enemies active. Kill them all. Allied cluster strike arriving. 哎，看到了，没破甲，听到没有？有一个在我天上。有大一个破。这里有个敌人。好。两个，两个。UAV beginning fire.他打上一堆。You'll be trapped by that. 哎，前面看到。Gas is right on your tail.哦，三个，三个，散开了，他们散开了。那一个人在车。Enemy UAV active. UAV is out of fuel. Returning. Enemy dropping into the AO. 可以。队友在直升机那边 ，AI 那边，两个，进了标，标出来了，倒一个，剩两个，他队友又落了，在同一个地方。对对对，下面下空投。然后另一个跑远了。吊盘，吊盘，吊盘。有点远哦，老师。Gas is moving in. New safe zone highlighted. Enemy UAV active. Grab that lethal. Located some mid-cal route. 刚飞过去。Enemy soldier nearby. The enemy track. 你们旁边三个。对，你们那边三个，四个。在下面，他们在蓝洞。后面。An enemy team is hunting you. Don't become prey. 前面要掉进去。走。几个老师？两个，两个。哎，有老师，有老师。空投在墓地，不是一个队呀、啊。对，不是一个队，不是一个队。把命案上一单。我靠，你们都已经十个、十二个人。还两个。哎，开头啊，好了，红枪头。不是不是，教堂有人，等一下。手可以捡吗？应该可以。我捡不到，他在天上。What？ 哦，一直穿，拿不到，拿不到，拿不到。原来。对，我要用马鞭不卡。卡都没到底，就。你九沃，你杀了九沃，能能能，换到我。我以为打不到。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他们在圆塔上，他们在圆塔上。圆塔上。对。没关系，没关系。One of your allies is back in the game. Enemy UAV active. Reinforcements disabled. 哎，有一个过来。You got gas inbound. Safe zone. 真冷呢，不能捡。三个啊，有三个人在捡。还有分，还有分，买一下，买一下，拿不到枪，我买个用，我已经开了，我已经开了。等等等，教堂，教堂，
个两个，两个两个倒，一个破甲，倒一只，倒两只 ，nice nice nice nice， 敢拿我的枪套你妈妈 ？UAV is out of fuel. Allied precision airstrike incoming. Be aware.有信心不行啊！我丢了盾甲，可是已经没了啊、哦！好多人，我靠！对他们都在那里拿，你还是没有？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老王，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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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去买人。我等一下直接去教堂捡枪。可以。老师，人在哪里？人在墓地，都在墓地。哎、欸，你们楼下进去。我这栋有，七米，29米，墓地两只。好了，大臂了。我都是挨手啊。我这边上了。哦，这里有个人，这里有个人，他没看到我。被干的。Enemy UAV active。我们楼下有人。教堂，买，我们两个怎么办？地的是你们，不是啊，不是，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在我旁边啊？我又他妈一个地雷，面对，我可以，老王可以拉，老王可以拉，等一下，等一下。RPG 等等，我拉了，我没解了，上那个人到底什么东西，怎么都没了，两只墓地，这里危险加持，跟我上楼，可以上塔，三只墓地一组了，就当做是四只吧。哎，楼下来了，他跑了，什么破枪啊这个？墓地轰我们精准，墓地轰我们精准。有人飞哦，墓地也飞，他轰了我，算了，还是轰的。发下警报警，我看没几个。你要什么子弹？等下我们人在我们楼下。来了！好。老钱，走，我楼下一次，走后面，走后面。我知道。破甲。哦，我追不到他，他跑拿冲锋枪，我拿机枪。他往这边跑，破甲。哎，导演，摔倒了。他摔倒了。我怎么？22公尺，在我下面。他们这边跳下去了，一个黑暗螺丝，死一个，完掉了。这边还有一个，死两个，来了，现在看电视。我买 UAV， 开，好，开了。UAV beginning flyover。我们的空投，我们的人在我们的空投上。他把僵尸点开了。两个。倒一个。又落一只。倒两个。
还有一个，我们空投那里两个。三只。前面还有一个，前面空投的还有啊。赶紧空投。完了。走嘞。哎，圆塔有人看我。队友打，队长不打。哇塞，圆塔上好多兵，一朵圆塔上一朵。你说这个圆塔吗？啊、没有，我说。哎，月币，月币，你打在那边，我说你打的。还月币，还月币，哎，木没有了。他只有手枪。哇，这边这边落了一个，这边落了一个，还有两个，我不要点那个。好，还有一个，在这个这个上面。我打不到，我打得到。他退游戏了，你立着，打退了。哦，是一组一组一组，但是绿标的很，一个是落单的，也是狙，还是连狙哦，能狙那个，反正分死了。我来救你，我来救你，我来了，他来了，好了，先打到这边。他可以再拿一次空投，还有一支藤棍，真有，跟你一样，对。啊、有人来了，大港、啊。是。好，对。他丢我闪光弹，想要用藤棍打我。对啊，对啊，跟你玩一样。然后没有，我不会丢闪光弹，我不会丢闪光弹。还好我带战斗侦察兵，我把他的轮廓描出来了，所以我在白雾中也可以打到他。我狙人的，别再狙！哎，前面点。听到。OK， 我推了。前面落。前面还落一个。前面落，前面落。还有一个。还有，还有。哎哎哎！啊，头上。上面。绿标，绿标。我们要先走，我们要先走。哎，竞品，退！被包了，维尼，被包了。我们要退，我们要退，我们要退。打打打打打！那、nice, 我补，我把补掉，补掉，补掉。然后警卫室的过来了，警卫室在看我们。我打假，我打假。警卫室在哪里？可以标一下。好像没有压过来。我们在这个城区。Moving. I need close air support on this target. That's your request. Cluster strike is active. 哎，我们购买点有人买了。我这个装备。组织好的。还有。跳台二楼有人，确定。好。别闪了。闪到。报警，这一栋。他往下飞，他往下飞。老师一走，倒倒倒倒，队友很远，二没捡，我打的闹你呀！好一，哎呀，好死，确定你那边确定了，买人。倒倒倒！空中空中，nice！